幻君穿刺点伤又回来了，没有吧？冠军是每个现在每个都假装健康技能都很猛啊。他点伤还在啊，只是变小了而已啊。而且以前送两层穿刺变少了吧，我记得。假装健康已经是一个很猛的状态哦，猛，屌爆喽！什么100%攻击力，30%减伤，30%攻速。还会免晕，对。猛的嘞！我爸以前也有假装健康进过。他抗进一下之后，瘦了十几公斤，害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他。那个好久以前了，甲状腺抗进是为什么会得啊？你爸是冠军吗？靠北啊！你爸是冠军，真的蛮好笑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北兰。但我们刚是在讲什么去了？我们刚不是在讲，不是在聊，要不要用第六只魔像吗？怎么魔像算着算着，忽然变到甲状腺亢进去了？所以你们都觉得再一个不好，再多只是25%魔像效果，好像也是哦。啊，先打他塞勒斯。比你大，魔像也比你大，但是我都比较多只啊。你的魔像怎么每一只都有 skin？ 妈的，哪来那么多？哪来那么多钱买那么多 skin 啊？秋章解放烧不动是正常吗？不会吧？欸，有人送了我5个礼物。不是啊，我们解放那个影片里面，我们也是有打塞勒斯打什么的，也是打起来蛮轻松的、啊。哇，我操！发条混沌魔像，发条烈焰魔像，发条冰霜魔像，发条闪电魔像，发条巨石，哇，一整套哎、欸，太猛了吧！我们是不是要起飞了？太棒了吧！小猪有衣服穿，靠背。回首，你回首，你的魔像很丢脸。这句话，靠背。泳池该拿出来了吧？靠背。先帮他们装一下啦，我看看啦，烈焰魔像，咦，刚刚的不是这个吧？刚刚那个是宠物是吗？不是吧？有这种宠物吗？
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我这么相信你。哇，我们家，哇，我们小族又多两个朋友了。耶耶耶！啊，一个火的，一个冰的。那个回收的人是不是又要再回收？靠杯啊！有啦，我还是有一，我看一下，我冰的有一个单独的 skin， 火的也有，变的这个啦，剩下两个没有啦，没关系啦。你猜买的人买错了，你有想过他是故意的吗？忽然找到这一把，哦，哦，这把好看起来好猛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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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让我敲到，哎，不是哎，这把会不会比霸权还要猛？可是我一定要拿长杖啊，好难过。你之前以为那个是造型，结果买的是宠物。没关系，还蛮好笑。你买错了，没事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还是不错啊。宠物也蛮好的。我们这样多两只啊，不错啊！你看多两只小的，其实还蛮好笑的。哇，你好多朋友，真的哎！没事啦，不错了啦。有宠物也蛮好的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旁边这两只多可爱啊！还不会死，赚烂！哇干，真的哎！我就操！但是我人会死。不准笑！